来了，我的280你准备通过？我是高官六社长的2822年9月13号活动档，活动档10:21首拍的是野6766次的蓝皮五魔花，以及我的280次斗六发车中三千号花莲的，一共3000型12辆民族。斗六发车中三千号花莲呢，用3000型12辆民族。3004号皮兰豆的红色带青年1.2。拜拜。3014皮蛋豆汤红色带新人机账号，在活动站活动的高东岸已经死了。好了，我要赶过去那个月台，拍摄6766次。树林发车经由宜兰县康沿的蓝皮文博号活动专列1401电头测网。那 SPK3277，这是对号，蓝皮普通对号快车，10:22。以及 SPK32609。STP32869，这是车载车厢。10:23。TPK32855。以及我的 TPK32860。好了，我的五节蓝皮文博号在活动站停靠6766次，开往宜兰10:239月13号。等一个观众就那样，拜拜。我下面的马扎们都丢不到，等一个再见，拜拜。那拜拜。